无赖派作家，其特征为何？离群所居与反抗权威，何者为日本无赖派作家的特征？离群所居最令人熟知的就是太宰治的《人间失格》，就算是所谓的无赖派。而且太宰治很喜欢跟一堆女人混在一起，在都市当中。嗯，哦，太宰治你也认识啊？住隔壁八楼之三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